我是小酷，我是守护北区水资源的小石狮神兽。水库有不同的功能，集水、灌溉、发电、防洪、观光和环境教育。小酷我每天巡视水库，是为了守护保育水环境。但光靠小酷还不够，在北区水资源局还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一起为提供稳定充足的水资源而努力着。小酷想跟你说许多水库有趣的故事，欢迎来到北水局找我玩哦。